而针对宋楚瑜严厉的批评党务系统任意扭曲总统提名程序，国民党秘书长张孝炎表示，国民党总统副总统候选人的提名办法当中规定的是清清楚楚，不了解的人应该回去研究之后再来批评。前台湾省长宋楚瑜又发出不平之名，而这次的原因是有关总统大选党内提名程序。对此，国民党秘书长张孝炎表示，一切提名程序国民党总统副总统候选人提名办法中规定的一清二楚。